如果安静出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你别忘了，是我把你救出来的。不计其数，哼，真是笑话。到最后，不过就是我的阶下囚。全部交代出来，还能少受一点皮肉之苦。谁呀？这帮自以为是的特工，真以为这个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心仪，那个女孩究竟是不是你？这么多年了，你去哪儿了？泰山，愿你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你的女儿。终于找到你们了，诸位特工，希望你们喜欢我送给你们的礼物。你确定不用去医院？没事，应该没什么大碍。放心吧，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Lisa 是你吗？你来了。老爷。嗯。药效起作用了吗？就差一点点了。你是谁？Lisa。Lisa，真的是你吗？我好想你啊，老爷。你必须这个月内让R病毒稳定下来。但是，实验人都已经用完了，那个实验效果最好的女实验人也被您放走了。我这里目前只有他一个人，恐怕……这个你不用担心，人我已经给你找好了。老四，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他可是比吴冰更适合R计划的人，我一定要让他成为凤凰会的主角，众人面前的泰山老爷。嗯，实验室这边你们给我盯紧了，千万不要出任何差错。是。瑞士银行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还是一直紧咬着不放。安静目前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再看看吧，比以前稳定了。谁？自己人。这是 J 先生，上次就是他救了我们。J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是 J。Lisa，你在发什么呆呢？你好。J 先生，有关泰山老爷的事情，我有些问题还是不明白。这也是我来的目的。看，这是我这些年对老唐一伙人的调查所取得的资料，我希望对你们的行动有所帮助。薰酒一子，日本同生企业的千金，实际也是日本地下赌场的巨头。根据资料，他是一个只是对钱感兴趣的人，心狠手辣，为了钱不择手段。他看中的东西包括人，得不到绝对不罢休。吉旺达王子是不丹王储，也是因由富商吉旺达。他在迪拜有石油，有私人军队，明面上是个做正当生意的商人，其实私底下无恶不作，勾结警队，贩卖军火，走私毒品，样样做。老爷，嗯，已经安排好了，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消息放出去了。凤凰会报价10亿。然后呢？难道就没有一家落实？泰山，当年三不管地带的著名博士，也是 R 病毒的研发者，因为 R 病毒受到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但是在15年前被人秘密杀害，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老唐、吉旺达和薰酒一子。由于谋杀案的发生地点非常特殊，当时属于三不管地带，所以一直没有任何政府受理，而凶手至今也逍遥法外。泰山还有一名女孩，也在15年前的那场事件中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不哭不哭啊，叔叔以后就是你的爸爸，让叔叔来照顾你好不好？不哭啊！张队，一路辛苦啊，喝点水。谢谢。哎，小心烫啊！对了，训练营的情况怎么样了？训练营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他随时可以过去。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我觉得心仪现在还有点小，是不是太早了点儿？爸爸妈妈，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不去不去啊，乖乖不去。哎呀，现在他还小，恐怕适应不了那么大强度的训练啊，他才7岁，要不再玩2年？嗯，行吧，那你想好了再随时联系我。 辛苦了啊，张队。乖乖，不去了啊，不去了。哦，要飞了！心仪啊，以后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呀？爸爸，心仪以后想当警察，去抓坏人。爸爸支持你。 马不要稳，出腿要快。嘿，嘿，来来来，抬高一点啊！嗯，哈，哈，嘿！哎，小宝贝儿，过来，来，眼睛要目视前方，手腕要稳，来，扔，慢慢来啊，调整呼吸，目标正前方，嘿，加把劲儿，这次一定能行。 张队，你们来了，快叫人。张队好，心仪都长这么大了，怎么想通了，决定让他加入了？没办法，心仪越来越大，也不好管了，天天嚷嚷着要出去，不像小时候了，就知道在别人面前变叛我。放心吧，你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啊。 肯定不会受委屈的，以后跟着张队要好好听话，收收你的性子。哎呀，知道了，烦不烦？你看你，这孩子让我给惯的。对了，张队，嗯，有点事我想找你单独聊一下。好。
以后心仪啊，就多靠你照顾了。再跟我客气就没意思了啊，说吧，单独找我出来什么事儿？事关于心仪身世的事情。你查清楚了？还没有。心仪的身份不简单呐。12年前，我从一群杀手的手里把心仪给救出来。当时我就开始查他的身世。 查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这种事情有时候也要看天意了。不过他手上有一个条纹码，我一直在破解。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条纹码正是那帮杀手所需要的东西。你的意思是，在我不了解心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我明白，我会帮你掩盖住一切的。 谢谢你啊，张队。又开始跟我客气了，赶紧回去吧，要不然一会儿你的宝贝女儿又该发脾气了。让你见笑了。都说完了。你以后啊，就跟着张队吧。放心吧，走吧，心仪。好好照顾自己。我们走了。好的。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在这儿。你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王凯的下落。王凯，把戒指戴上，盖住你的条形码。记住，以后你的名字叫做王丽萨。没事吧？ 没事，我先进去了。没事吧？没事。你确定没问题？ 看这个，阿病毒可以治疗世界上的任何疾病，但是阿病毒进入健康人体，病毒将会寄生在记住脑细胞，入侵脑神经，进而控制记住意识。您好，女士，我们已经对您进行多次还款提醒。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鉴于您已经超出还款期限3个月，为此我航限您在48小时之内。 务必将余款9亿5000万全部还清。我已经在筹备了，只是遇到了些麻烦，再晚几天我一定能全部还上的。那就对不起了，女士，我们银行有自己的章程，如果您不能够按时还款，我们就会向法院对您提起诉讼。你说什么？不，我。届时警方也会限制您的人身自由。我说了，我会还款的，只是要稍微晚一点而已。对不起了，我们只是照章办事。 感谢您对我行的支持，祝您生活愉快，再见。不行，我告诉你，我会还款的，你听明白没有？我，心仪。 你是心仪，小姐都长这么大了，江叔叔，心仪，江叔叔，心仪，江叔叔，心仪，好想你，叔叔也是，别哭了。 别哭了，乖。江叔叔，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一言难尽，
先别说这个了，你可知道阿计划的秘密就在你的手指上面。当年我把阿病毒的最关键的数据都纹在上面，你手上的跳星码就是开启阿病毒的最关键的钥匙。 老爷，老爷，去，赶快去通知老四，把R病毒的消息放出去，务必要把日本薰酒一子和不丹的吉望达王子请到，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兴趣的。然后赶紧派人去抓 Lisa， 我要布一个局，让商界所有的富豪都来到这里，为我们的R计划筹款。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得有个名堂。嗯，是啊。 那就叫做凤凰局，好好听的名字啊！让他们来玩德州扑克，然后赢家将会成为 R 计划的大股东。好，在大赛前先来个热身，慈善捐款，也让那些富豪为咱们的 R 计划出一份力。太好了！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他牺牲了性命？ 不知道，一回来就在昏迷，一直没醒过。我怀疑他已经中了阿计划生产的病毒。那我们该怎么办啊？你忘了，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在你的手指上面。幸好二计划的核心数据在我们手里，我们还有可能研制出解药，救活安静。 我怀疑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我就知道泰山老爷没那么容易放过安静。还有，泰山老爷肯定知道你跟阿计划的秘密。那怎么办啊？都给我抓活的！ 看来没有我们的帮助，还是进行不下去。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个泰山老爷。 今晚我们先在这里休整一下。嗯。蒋叔叔，我们已经知道现在泰山老爷是假的，那假扮他的人到底是谁啊？宝儿，1985年生人。 15年前，三不管地带瘟疫爆发下幸存的一名孤儿，后被一家泰国人收养，智商高达145，是典型的高智商罪犯，曾在泰国参与赌场洗黑钱、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后被15个国家联合通缉。不管在公在私，我们都要去阻止假的泰山老爷。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有一个想法。首先，我们要在凤凰局的前一天，先解决掉吉旺达王子。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帅哥，你可以休息了。叶子，你要在薰九一子和吉旺达王子离开酒店去吃晚饭前下手，然后嫁祸于泰山老爷。凤凰局，泰山老爷。叶子小姐，好久不见，别动，小心我伤到你。手下败将，你没资格跟我说话。你，泰山老爷找我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不想在一只狗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你说什么？我说的不对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恐怕你没这个胆量吧？杀了我，你回去了怎么交代？我们老爷明天将举办一场慈善董会，希望你能过来。你们是在向我宣战吗？去不去由你。不过，你们的战友现在在我们手上，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吧？吴斌要是出什么事情，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那可不一定哦。他刚才说什么？他水，快给我拿二中液过来！啊，这是起副作用了，再不注射R病毒就会失控。博士，千万别死在这里啊！拜托拜托！来，开开开开！跟我一样。我们每次大战前都会喝一杯的。今天也不例外啊。可是，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喂，又不是第一次了，见怪不怪了。我小的时候，每次流鼻血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今天我又流鼻血了，感觉心里很慌，很乱。怕什么呀？有我呢。
的机会，小叔，客气了，客气了，兄弟，老板没大事。哎呀，好戏终于要开始了，凤凰会欢迎你。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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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日本东京都薰酒一子小姐，还有源于龙锦绣赌场德芙女王 Lisa， 以及源于龙锦绣赌场高级荷官叶子。近年来 R 计划有效地控制了病毒的蔓延，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全靠泰山老爷不求回报的付出。下面有请我们凤凰会的老板泰山老爷。今天让大家过来，主要是让大家目睹我们泰山老爷这一年来对 R 计划研究的成果，希望感兴趣的各位参与进来，一起为社会做贡献。R 计划对全球的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各位投资进来，回报率将达到100%。R 计划是由泰山老爷发起的众筹计划，泰山老爷致力于带领我们团队研发一种由 R 病毒为主要成分的一种包治百病药品。 R 病毒是我们从上千种抗生素中提取出来的，具有极强吞噬性的病毒抗体。经研究后发现， R 病毒不仅可以吞噬各种极强的病毒，而且可以迅速刺激身体各种伤口的愈合，减轻病痛。看来所有演员已经就位，我的大戏已经开始了。正是因为它这种可以吞噬极强病毒并且对身体有益的特性是任何一种抗体都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给它命名为 R 抗体，而是给它命名为 R 病毒，一种新型病毒。研究阶段，更惊喜的是，我们 R 病毒对人类身体的伤害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的临床试验者之一是一位癌症患者，我们提取了癌症患者的癌细胞和 R 病毒相融合，惊喜的发现 R 病毒完全吞噬了癌细胞，并且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反应。由此可见，人类所有的癌症患者终将不再受化疗的痛苦。目前我们会加大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开发药品，造福人类。我们称这项伟大的计划为 R 计划 ，Return to the New Life。这个 R 计划怎么看都有问题，不妨一会儿试探试探这位泰山老爷。现场设置了转账活动，各位捐款吧。老爷，嗯，这个局布置得太好。哼，真的很棒呢。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感觉真是不错啊！是是是是是，你看看。
先生，不要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骗局？骗局？哎，慢，回吧，这尽量。叫他闭嘴！君九一子小姐，你何出此言呢？这个筹码是昨天行刺我和吉旺达王子留下的，我想你们赌场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想你是误会了，只要来过我们赌场的人都会有这个筹码，况且我们老爷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怎么可能会做出……你的解释狗屁不通。五下铺，咱们赶紧走！啊，快走，快走！哎呦，怎么回事？别着急，现在还不是时候。吴斌还在他们手里，这先生和安静已经去救他了。等他们有了消息，再动手不迟。哎，这么好的一个募捐活动，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赶紧捐钱吧，把钱拿出来，快点，快点！刚才起哄的是你是吧？来人，带出去！不是我，开什么干？不是我！是啊，赶快捐钱。我们老爷有一点私人恩怨想要解决，不希望再有闲杂人等在这儿捣乱。走，我们已经为在座的各位准备好了休息室，下面各位贵宾去休息一下吧，去吧。走，走，快走，走，走，各位，快走，快点。薰酒一子小姐，你好啊，叶子、Lisa， 三位，请吧。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当然是你的好日子了。
高不高兴啊？来，哎，可爱的小白鼠，嗨，走去那边。下面我宣布凤凰局开始。等等，好像忘了点什么吧。我们今天的赌注是什么？就赌这间赌场和你们的命。熟悉的动作，在哪儿见过呢？既然这么想玩，就跟你们玩一把。我倒要看看你们想耍什么花招。高兴不高兴啊？啊！啊！可爱的小白鼠，安静他们已经去救了，相信他们。丽萨小姐看来跟他认识。关你什么事？你该关心的是你的人头。奥英。你就这么确定你能拿到你想要的那张牌吗？精彩呀，真是精彩。为了庆祝 Lisa 小姐的胜利，我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希望 Lisa 小姐能够喜欢。把她带上来。老实点，别乱动。
莎小姐，这个礼物还喜欢吗？你最好马上给我放开他，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小磁暴发威了，我好怕怕呀！我不玩了，你们玩。先把解药给吃了。
你好啊，太上老爷。好舒服呀，我真想一辈子都躺在这儿。嗯，那你岂不是变成一只乌龟了？谁是乌龟啦？那我也是一只漂亮可爱迷人的乌龟。死丫头，你少臭美了。那你们看他们在那儿玩得多开心啊，真羡慕。听你说话这么酸，你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女婿了？嗯，哪有？还说没有？你脸上都写着呢，谁看不出来啊？对了，你可别打我们家女婿什么主意啊，我要跟 Lisa 说，让她防着点你。刘队长，你这样不好，你这不是挑事儿吗？行了，安静，别搭理那个为老不尊的。哎，你们在这干嘛呢？一起去玩啊。嗯，来啊。来了来了，看你猴急的还说不喜欢。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活力四射的，我们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这一切吗？来啦。快点，你们快点来啊。哎呀 Lisa， 你干嘛呢？不说再见就走了？我得去总部汇报这次任务的情况。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呀？对呀，叶子姐，我们会想你的。么，放心吧，不会太晚。